只有大海知道这部剧情片，因为我们全校的师生还有很多的家长都把戏院包下来一起去看，所以大家看完了以后其实都很有感觉，尤其是他是在探讨偏乡教育这一块。那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的校际的交流，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文化的火花可以激荡出来？有没有听到很多很多吵闹的声音？有没有？其实他都在欢迎你们。那个我方向那边那一次就是共读四四蛙了哈，我从里面也会有很多东西哦。他是宗师，宗师的右手，他叫屌丝。等他长大的时候哈，他那个肚子上面会有长两只脚。是唯一靠山又靠海的部落，不管他是汉人的小孩子，或者是他是我们泰雅族籍的小孩子，每位小朋友都要学会制作飞鱼的整套流程，也要学会传统狩猎文化，包含木工、竹签的制作、跳舞、编织哦。只要用绳子拉起来，夹住一点就好了。透过气，然后用拇指压，有没有看到？两个都成功了才可以学，还有最多的，白蚁最多的是什么？山蚁。正菜。好吃。再高一点。放。放。教大家四个划船用的姿势，屁股后方放到水里面，由后往前推，由后往前推，另外一边顺势放到水里面，做连续动作，做连续动作，船就会后退，船就会后退。旁边快点，跟在船旁边。希望说能够带着我们的小孩重新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海洋，因为海洋是我们最大的资源。校长说不能只讲这三个字，对不对？好好玩，所以我们要好好听听看哦，我们小朋友的想法。独木舟跟我们的平板舟滑起来是真的不太一样，平板舟感觉起来比较沉重，先坐的独木舟。感觉就比较可以，就是轻松的娱乐的感觉。我们在滑的时候，滑到一半我就坐到一个上厕所，然后我下去的时候就一个下来游泳。跳下去上来，上来的时候一直爬不起来，像搁浅的金鱼在海岸没办法下去。那个钩拿起来很轻啊，然后这样拉到底，然后手就狂抖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瞄准，然后这样放进去。哦呀，哦呀。坐上面，对，坐船舷。好棒哦！转动。好，很棒。来，
这是我们的压舱啊，一个标准的动作啊，来坐下，压下，我的手在你后面 ，OK OK， 手放哪里？手放哪里？哎，继续头慢一点。哎，我要慢一点的，我不要让水进来的。大风来了。大概生产的我们塑胶制品大概达到3000亿吧。这些垃圾是原本就在海里面吗？不是，哎，它在哪里？海那个陆地。它原本在哪里？陆地。在陆地。从海葵的肛门拉出长长条塑胶带，终于把垃圾排出体外，海葵整个人活过来，在海洋中徜徉。因为我们人类没有友善的习惯，它造成很多的海生动物因此而遭殃。有人说。吃鱼很好，因为呢吃鱼会变聪明，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什么鱼不应该吃，更没有人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会没有鱼吃的。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没有鱼吃？相信。板子给他看，然后你就画一个政治记号。塑胶袋，这塑胶袋太多了。这是什么啊？花瓶。一。好，一个篮子啊，其他了。这里放。瓶盖几个？还有打火机。四种，四种哈，那最尖啦，八级的，那冰块那五十七片的，就几啊千斤哦，一般的嘛有啊，你看那一盖起来，哎呀，那到位拢会破，都破差40个，但是一边40个。用火。